大家好，我是小阿笑，今天喊一首刀怒斩逆徒送给所有兄弟姐妹。直播间 ID 25734，每天微博几点？几点？刀怒斩逆徒，人行走江湖，一笔一画教你读，最后换来了你不服。逆徒啊逆徒，你心真是狠毒，教你喊遍了山河图，你却想要把我除。结局你割袍断义门户，非要自己立，结果你犯上作乱，非要跟我对着干。侠剑气回道，人情义难忘，难道要我拱手相让，被你杀死战场上？不值啊不值，醒悟已经太迟，送给了你千杯陶瓷，谋权篡位了那一时。不仁你无情无义，妄想把你恩师替，不义你挥刀斩断我对你的那呼唤，曾经教会了你所有，辉煌再向你招手，可你就像一条狗，谁给骨头你跟谁走。刀怒斩一生，海呼啸歌声，江山本是一阵风，你他妈还想跟我争。行走江湖莫忘本，谁也不是没谁狠，对你一次次的忍，你他妈还是站不稳。刀怒斩逆徒，人行走江湖，我的江山你都屠，白眼狼我怎么服？